天呢、哦，非常荣幸来可以来到这个淄博市的动物科技股份有公司哈、哦、啊，非常难得，就是有王博士来稍微介绍哈、哦、这个公司的整个架构啊，然后我们协会啊特别哈、哦、办一个那个也算是学术顾问了、啊，啊有可能以后可能也会当我们协会讲师啊，作为特技哈、哦。对，原先应该是我们那个专业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，他也是和你们一样 ，OK， 就是赵安基啊。OK， 赵博士我认识，认识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因为他我头一二十年的朋友。有啊，我时常遇到啊。对，演讲的时候时常。阿姨非常会，他很会亲人心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阿姨这样腿软哈。无代志做，就变慢。无，伊毋是无代志做，伊是做另外一个进程。因为伊今仔退落，真正伊虽然有在进，要时间搞啊。伊教应该是比咱他年轻啦。他应该差不多。无，王博士几年次了？我51。51哦，哎，你想笑嘞？你比我两个想笑嘞？我比伊较年轻一点。伊让我四十头，伊差我两岁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知道原来是在不是在高一中中啊，我就觉得大家有缘了。对，你有效了。没了。现在国家的展望还有一个时间那么长的。没有，来靠你们帮忙，真的靠大家帮忙。卖工帮忙啊，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交易这一区块哈，今天坦白讲，如果没有这些桌位哈，也做不起来。是啊。好在是今年。就是去年十二月底那个环检局啊启动， okay. 直接说一次六年，一定要120个积分，啊，但是这个是好处啦，因为人已经上轨了嘛，啊，最主要一个优点就是说，没有说绝对以后就是你拿那个执照是终身的啦。哦，对了，哎，变成你六年就要换一次，六年换一次。啊，然后医师的水平也会拉高。对，但是其实我。站在我比较专业的立场，我认为哈，我们人兽医还是要和人医，跟着人医走。因为我的感觉是，兽医的有一些实验上面，有些就我，因为我大部分是大动物外科，那我回去看小动物外科的时候，我觉得在某一些的操作上面，或者是在手术的清洁方面，我觉得可以跟人医学了，因为人医毕竟行之有年，对，他的那个有一些东西像刷手啊那一些东西，实际上真的要落实，对，真的要落实。其实我们这几年小动物这一区块和国外在做互动交流，他们也是规规矩矩，对啊，你每一个动作不能疏忽，对啊，你在。有的几乎在你看那个手术服啦、串筋的棍啦，会弄火弄加强。虽然说有说我们动物体和人体的感染力，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敏感，人类的部分比较敏感，动物的话可能抵抗力好一点。哎，无你像早期哦，光做个手术哦，小鸡去泡嘛，人手套嘛不会挂。因为我在我的实验室里面是。我是配合人医做实验，所以说我所有的东西是完全是依照人医的操作模式去执行。对，所以今天也蛮荣幸的啦。谢谢李市长，王博士来邀请。谢谢我啊，王志贵，以前知道这个环境啦、啊，以前老早就知道这个环境啊，但是没有机缘哦，去侵入到、哦、去了解。是啊，所以说今天是可能上天有保佑啊，刚好都有 FB 的机缘，我讲一句诶。脸面当离嘛，唔知。尾仔我反过来说，安吉，因为安吉行，张吉行，我哈，他有诶，我问讲啊，王耀宏博士你爸爸，伊讲，哎，讲出来不，拢不啊，哎，早来讲，因为伊是吼，阮诶本身今仔就是记忆教育，刚，因为阮协会的记忆教育分两个区块，一个远程，一个远程的，就讲。连贯性的交易，一次都是20积分， okay. 或是20积分，哦啊，那个就是有几位老师，因为他比较空闲，对，就担任这种远程的讲师，对，啊一种短程的，我们可能说2个小时，啊，但是这整天哦，大概4、5个讲师，那一种短程的，但是这短程目前是开始在计划起有
有人医那一块 ，OK， 有我嘛几个了，几个都以中国医药大学是，哦啊，因为今天来这个主要目的嘛是被邀请哈、哦，王博士哈、哦、来加入我们这个谢谢这个讲师群，有这个荣幸，真的有这个荣幸。哎，中国找哪几位老师？中国我拢是以本科 ，OK， 都本科没有人医 ，OK， 拢是人医，人医在中国大陆也是弄四字头的 ，OK， 就是。他们最早的种子老师啊比较多，大概有目前大概有10多个 ，OK， 针灸的部分比较多，中医这个区块比较多，啊，西医这个区块是临床的方面几个而已 ，OK， 但是目前现在在小动物中国最大外骨科机构就是小动物外骨，在重庆基地在重庆 ，OK， 但是他们是在聘啊 plate 的部分哦。大部分都是有一个厂合伙，专门前现在麦工前中国大陆啊，他已经销到欧洲去了，也、okay. 用自己量产。对，哦，以犬猫的部分，啊，也整个结构、啊，不管你马上要做，马上射出来，他有这方面外骨科方面的。OK， 有我们也有骨科的。人也不应该是比较先进的、啊。啊，以这一区块在大陆，它小动物部已经前后已经办大概有40多起的小动物培训班，有基础学科、基础班的啊、中阶班的、高阶班都有。OK， 对 ，OK。啊，以这机构负责人也是中国职业兽医师，哦啊，他也是重庆开2家医院的、okay. 小动物，啊，刚好蛮机缘，他也是我的学生。哦、oh, ，那真好。对，因为我较早入去中国大陆是。是，啊，你熟悉的话，都先建立好， okay. 建立好像比较重点的一些，他们大概世界排名100名内的一些么容大的动物学，因为大陆他们跑的比较快了，他们大概有7、8年前哦，就把兽医学系改了动物学系，对他们现在改成动物医学院，对。动物医学系、动物学院，对，名称都改掉，以及主要原因就是世界接轨。对啊，以卖可能啊兽医，对，哦，他好像养 DA， 对，哦，那个可能和医学一样，对，就和人医学一样，所以他们大概10年前就开始慢慢在做着这个，对，所以整个涵盖面都改动物医学院当动物医学系，对，所以这难道。台湾还要接近。对啊，当然没有。其实台湾很多东西需要再努力了。我只能讲。你请那个美国哈、哦，好几个那个医科不兽医科大学的，像那个有几他们已经也是改了动物医学，他们很少讲兽医这两个字。对。OK。那原则上我在这里我有手术房，你刚刚看过。对对对。那这里要开会，这里可以用。哦。啊，我原则上，我有视讯系统，可以从手术房。哦。手术房接出来，接出来，你如果有人在，有变成可以，你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。啊，你健康也当 WiFi 出。WiFi 变成可以要接网络。哦，那没关系。我现在不是那个都不是那个就是架设的问题。因为我有移动的。是。我有移动的。我基本上，因为我有网络。对，只要有网，也当接收无线。可以，都可以。我有网络，可以出去。那要不然就是直接插网络孔，也可以出得去。哦、啊，我已经我的公司的网站已经架设好了，哦、那个也都没有问题。对，就是变成可以上我公司的网站就可以现场看得到。要不然很简单，就是 FB 直播而已。不，弯本身有一套系统、哦、是锁码。哦，那也可以。也锁码，只要他账号密码才能去。对，那。同时，你就这个分两部分，有一组在里面操作的时候，你外面的可以看得到。哦、那在换的时候，有人进去，这个东西会比较好，因为视讯系统接好了，那里面的那个里面的视讯、手术房里面的视讯系统全部都接好了。王董的概念不错，不是比较方便了。我是总是觉得要做这一个。当然。那我在规划二期，那实际上真的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再想办法把二期那里。的空间稍微扩大一点都不是问题，因为主要哈、哦，我们原则性还是放在大陆市场，是，你大陆市场现在那个尤其小动物基层的、哦、的培训，它可以借由现在交通比较发达，对，方便，对，因为原先我你主要也是和那个几个单位在谈，但是有看到地理位置比较不妥当，因为哈、哦，其实你要请。今天坐这个车子哈、哦，
你也当主人，到时候我们就小巴士到现场也接过来。也这其实在这里是要方便了。竹南到这里，竹南火车站到这里大概15到20分钟。对对对对。高铁站如果有需要，高铁站，高铁离这里也大概15到20分钟。苗栗高铁站。对对对。那大山交流道离这里很近。对对。那如大山交流道、竹南这交流道都离这里很近。对。所以这里的交通算方便。那这附近如果要住宿，对，有兆平酒店，有商顺酒店。啊，那个东西都给特约的。对，因为你有接驳哈，对，就方便啦。是啊，哎，其实距离多远都没问题啊，都不是接驳。对啊，接驳你基本上在一个，而且台北，对，从台北市下来，台中上来，都大概在80分钟。这个较水的场地哦，真的没有，真的尽量做。上帝有恩赐啊，没有靠大家帮忙，对啊，靠吴理事长帮忙。王董的信奉的话是宗教是宗教，哎，这个是装饰品，装饰品不是啊，你也纯的应该是算佛教的哦，佛算佛教，你喊我也一样，对了，因为我的无佛教的那个师傅啊，嗯，钟台山，我维姐已经回去了 ，OK， 对，维姐 ，OK， 钟台禅师，我们那个谁，我太太的五姑，嘿嘿嘿。以外内人启动中台禅师，他也是，他信中台禅师信得很虔诚。我最早期哦是密宗啦。哦 ，OK。密宗是也是南投那边啦。OK。啊，原则性其实密宗给人家感觉好像说很神秘，其实不是没有了，其实没有。原则性他也是佛教的那种，佛教的一支。但是后来内人的问题哈、哦，就是朝中台这边。Okay.他们近了，比较近了，纯净土宗的部分。这个我，这个对不起，我什么宗什么宗，我不是很清楚。那情况嘛是啊，因为咱信这个佛教，等于讲好像说，也不是说完全很。只是一个寄托啦，我就觉得。我们当医生的话，就是一个心理嘛，心理。一般在讲一个哈，我们比较很恰当，就是说我们当医生，佛心鬼手。对。我们都是佛心，都是向上说，一定要哦，这个病患我们要用到很好的服务啊。然后不管在手术方面，但是坦白讲，也不可能说十个都是同样的，对，也有可能会有遇到哦个人的体质啊，对，或是有一些环境因素哦，造成有一些突然不一样的效果出来也有可能，对。但是现在人医这个部分已经走到很。高科技哦，其实我们有一些疾病以前医不好，现在都没问题。没问题啊，像我那年4年前重大车祸，然后晚上要回来，嗯，刚好在红绿灯等一排的摩托车等，前面有一个年轻的修理车逆向冲过来，像保龄球，啊，第一个是夹到伊，啊，夹到拢无看到人，啊，尾仔了就是，很惨不忍睹啦。黑科联盟，如果照以前的医界这样哦，无阿多钱，结果嘛抢回来，大骨头嘛脆啊，倒计，啊子宫，哦卵巢，嗯，哦阿个肾脏，嗯，摘一个掉，啊都是内视镜去处理的，对，伤口也不是很大，对。当天是比较严重的，剖腹的，里面清创。清的清清。对啊，坦白讲，到台中医院哦，我看到10年前的台中医院，和10年后的台中医院设备不一样。嚯，哎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一组。对啊。他的监视啊，什么都。所以说，人类医学真的，我当兽医可以借鉴。对。哎，因为血品的方面提升，只有这样做而已啊。在这里，你说讲到医学，我基本上。生理监视器我有，基本上所有的大概配备我大概都有了。对啊，麻醉器这些都麻醉器这些我都有了，因为人医的需求比较不一样。主要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说，借取哈王博士借大动物方面的一些记忆哈来我们受教。不敢，要大家教学相长。对对对，原则性学会去扁哈是因为。基交也大概启动大概半年而已，对，哦，后续还有漫长的时间，对，所以主要我嘛一直在找老师，啊，说今天很难得就是，
来这边采访那个王博士，谢谢。他、啊、主要最大的用意就是讲，看你嘞，当你来这好好教学。不敢，谢谢。看有需要的话，请理事长，你理事长直接告诉我，不要客气。我预计9月24号礼拜天整天。Okay, okay. 啊，我是原则性五啊，你让一个位就是早上，好，两个积分，好，上这大动物的部分。啊，原则性那个那一些文件，我回去的话可能会在。email 过给你 ，OK， 谢谢。就是看能不能辅佐我们这边嘛。谢谢，谢谢。那这个有这个荣幸来加入这个受益的大家，对，真的这个有这个荣幸。当然也这个路程哦还是非常遥远，是慢慢的。但是如果是可以接近人力这一块，可能我们跑比较快。啊，看看如果有需要找人医的，人医的看哪一个，到时候会基本上我想可以请人医来帮忙。对对，因为我们最重要今天来找这个基地哈，主要也是放在中国大陆。OK OK， 就是中国大甚至日本那边，哦，就是虽然现在小动物日本是坦白讲亚洲哈是算是一把交椅，对，在因为它其实日本的小动物方面这个区块还是。含人医走很近，因为台湾这边每个行业二毛可能一大距离，因为含人医行足近的。啊，因为他们还是以人医的标准 去要求受益。但是这几年哈、喔，会发现说人医这区块有的，像有一些大医院的学人医的那个一些教授啦，或是临床又跑回来学兽医。有啊，有好几个。平科大就有，有人就是念完。念完医学系，你讲无林进心呐？嗯，对啊。他、啊、念完医学系又跑去念兽医。对对对对。啊，很多。但是因为原来有足多学分可以抵免。对对对。啊，后来没卡扎比亚，可是后来因为他，因为这几个人医的医生，全部改了，改成兽医生理学，他就没得抵。哦。兽医药理学就没得抵，全部加兽医两个字，他完全没得抵。要不然，拢爱抵啊。原来可以抵啊，伊都来读册，人一人比啊，两两啊，然后奇怪，念不到4年就毕业了，啊，念不到3年4年就毕业了，结果所有人觉得不合理啊。对啊，人五节应该也爱同的，啊，现在像今年会启动的兽医改6年制，6年制实际上是对的啦，他的教育比较扎实啊，因为哎在欧美，兽医是学士后兽医，对对对对对，都是要念完4年大学毕业之后你再去念兽医，念5年或者是念6年不一定，那我觉得医学现在亚大已经执行了啦，学士后兽医，兽医学士后兽医去登记。亚大执行，亚大实际上会比较麻烦的是，他会去抢国内的师资。但是哈、哦，亚大刚才博士讲的，因为他私人办学哈、哦，弄害那种抢钱呐、啊。对啊。对啊，他没有在顾在那个师资这部分。啊，因为后来为什么四所大学兽医学院、哦、一直在抵，原因就是在这边。但是教育部的。教育部同意 啊，教育部也去同意很多的不是没有护理学系背景的学校去筹设。你刚一筹设之后，忙攻大足多，但是后来他们现在后来这师资哈，都是退职的，无兽医学系退职下来，都是退休一间、啊、兼这个，阿伯他无人讲啊，一起退休下来去上班的，对，那就是他可能65岁退休，那基本上他还可以再服务个5年，对对对，我知道啊，有几位老师都过去那边了、啊。因为一东西哈，也大家建立一种哦，竟然都是教育部认可的，有讲师的证书的，教育部就临床的、啊，只有临床嘛，啊，未来有人讲嘛，对，未来伊就不用改，不是改的比较快了，他改的比较快，因为亚大跟中国医大是同一个老板。对啊，就是安尼啊，因为以前中国医大啊，就是想要想，就是兽医，他的愿望就是学士或兽医，对啊、学士或兽医，可是不准。啊，尾啊就拢变，拢无无法度通过，啊，伊尾啊就借取亚大，对啊，啊亚大鬼，其实这个坦白讲，
怎样过都没问题啊，就是说在师资或是以后要培训出来的一些学生在这个职场有用，对，有用啊。但是我们这卖弄人医的收益一样，最重要就是在职场这个部分，你整个被人家塑造临床，对，哦，其实像我们最早期坦白讲，台湾的兽医的改革速度比较快嘛，你从高农啊，高农，但是国家为了高农这些人才，让他进来领域，他另外一个兽医师法第十六条来保障，等于说你以小动物这一块，但是他是针对小动物，而不是说全部的兽医都是这样。小动物你进来这个领域，原则性就是你服务两年，然后取得这个证明，才能去参加兽医所考试。对，啊，考完及格啊。但是你要回到这个小动物外面要服务四年，对啊，那个是算是临床实习嘛，才能领到那一张门槛，对啊，就是开业门槛，啊，才能给你开 啊。但是那一张开业门槛和那个我们大专部的哈，大专毕业完去考领到那个执照是一模一样的，是啊，而是职业证照分开而已，对啊，职业分开的而已，啊，但是坦白讲，在临床这一块哈，像。其实台湾的整个兽医成长还是以兽医所这个部分哦，贡献蛮大的。对，没有了。在以前，在没有普设兽医系的情况下，兽医系人员不足的情况下，我们只有退而求其次，或者是那个时候有高农，有什么农校，那这一群人都是基层的工作人员。对对 对。不像现在，全部都是大学生，没有高农，没有职校的，一个冷淡的基层都没啊。你涵盖地方的一些防疫处啊，都是一样啊，都是 那一批啦。是 啊。但是他尤其工会刚发起也是他们嘛。对啊。所以你现在变成兽医师，哪讲去这边管无了工哦？哎，真正无道理啦。其实这样是，我是觉得啦，参加一个团体，对，像我参加福伦社，我们的观念是，进来学习，出去服务，对，那吸取学习别人的长处，那包容别人的短处，我觉得这样才对了，这样子才整个团体才能够成长了，要不然你互相攻击，你永远都分门派，那。跟他内斗你就斗不完了，干嘛去搞这个？以那些海岛气候国家哦，典型的民主啊，尤其亚洲民主啊，你翻开整个历史啊，就是一年到头就是战争。就是 OK， 就朝代啦，朝代你看，拢无一山不能留二虎，这你无同你亚洲也是一样啊，以那些。海岛型的国家比较封闭，因为要比较要有那个要有侵略，要不然就是人来侵略你。就是讲你任何纸质都一样，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不能改啊，是看领导人。看领导人，对，看领导人。你领导人的亲和度啊，也是你讲共产主义啊，他们也是在改啊。对。你今天不改的话，一定发生事情嘛。对。所以亲和度这个问题不是地方也是一样，原则性说。坦白讲，尤其我们学术界的，我们唯一方法你要克服，就是说在技术方面领先，哦啊，然后怎样去教育这些临床医师是最重要，而不是说我争一个地位啊什么。我们都是在互相，大家都互相在付出啊。也不是说啊，没有，你进入工会，进入一个团体，你没有，你不是要从那个工会团体去赚钱嘛？你只是都是在付出嘛，利用我的时间，甚至把我的有时候要开会，也要把我的工作放下去服务。我一再在把进来我们这个体系的会员哦，学弟妹在讲，因为我的协会客人行一般协会，我不管是你是老师啊什么，我们大部分都称呼说学弟妹啊。Okay.哦，不要说真，或许都是学校的博士级的讲师啊什么，才称老师或是讲师这样。啊，我一般，哦，你比较早进来或是晚进来，当学弟妹，我嘛一再讲说，我们当医生啊，我们当临床医师啊，最重要就是说有技术，但是你没有周边的一些仪器啊，或是药厂啊什么来支援。工作的历练，你别别那挡嘛，挡不下来。所以我们建设的哈，和一般的单位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的周围共济哦做得很好。我们说药厂有药厂，
他说西药不管在西部、中医部，我们要用医师马上要用一个号召，全部都有。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协会单纯性的，不建立这个销售，全部都是放给共济的这家药厂去做红。因为针对教育这个区块的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每一个会员，你就是这个家的主人，而不是说我今天理事长或是哪一个，就全部进来了，就是这个家就是你的，啊，这个家有什么获利，大家分享。也不，目前我们当医生哦。新生领方面也要调试一下。啊，我大刚坐伫遮。对，你这环境足好。我大刚拢坐伫遮。我今仔打几百了，我看我这环境怎样？这吼、哦、地理位置吼、哦、真的不错。谢谢。其实我本身吼、哦、也是台中市命理协会，荣誉顾问。哎，啊，阮这的命理老师无吼、哦，全国最强，拢在上电视台。哎，啊有。其实命理有的讲，命理和我们医学有没有关联？有关系，有。因为古代的一些医学家啊，你看张仲景啊，哦，背景道士，对，伊爱捌这个这天无天。因为以前是从易经开始，对对，是因为易经嘛，然后后来转变才有一些的药用药出来嘛，那但基本上对还是跟。天时地利人和结合。咱中华民族的医圣张仲景哦，《伤寒杂病论》哦，《金匮要略》也创始者，以最厉害就是医心病，医所在是郑州，他出生地是郑州，不是中华，是河南，嗯，河南哦一个县哦，啊，主要他那个县有一个名医哦，嗯，他有60出头，叫做重病，啊，重病因内人哦找无医生。就落尾巧了，啊，叫伊就伊找就去刚好遇到张仲景，哎、啊，张仲景刚出道20几岁啊，伊叫伊也看，伊讲带医生看袂好啊，张仲景就伊也看，伊看讲，伊就照一风水啊，伊进来吼、哦，很，好人想出，没有想出说他为什么那一种治病了、啊，伊用心病治心病，伊就叫因这个夫人吼、哦。伊去买赵爷，伊是去买薏米粉，啊，然后搁一个锅盖粉，锅盖黑锅盖粉，然后叫薏米粉煮煮下了，啊，捏成一个丸，啊，那锅盖粉啊抹在外口，啊，叫做讲钓鱼，伊啊规定讲钓鱼北方 ，OK， 钓咱北方，啊，叫做伊个船个边个北方，啊，叫做这个大夫讲见面来看到迄个伊是讲叫伊爱照时间慢来切，慢采下来吃啊。啊，叫伊看者讲，人来探病的那些朋友讲，切讲，你看，这我们河南是一个那么大的城市，竟然一个医师做成一个黑药丸，叫我每天要吃一颗，啊，逐天就也切，切到嘻嘻哈哈，你讲哦，讲我听讲这要怎治病啊？啊，切就好吧，不要切到太好去啊。对。啊，第二你也发用。用教育、啊，这一招是治疗忧郁症的方式、啊。对对对，啊，给主人变了，对，改善掉了。是啊，所以就像现在忧郁症的人，我们都会建议他去骑自由车，骑自由车，骑大摩托车一样，对，就出去多逛多晒太阳就好了。对啊，等于没吃药就好了。对，所以说你还看咱医家啊，以前的任何医家，他背景就是命理，嗯，命理，对 对, 对，其实赶快嘛，跟咱嘞，嗯。跟咱的其实跟我们的巫师是一样的，巫，跟巫是不，医跟巫是不分家的。其实，在战国时代哈，我们医的部分哦，他那个《黄帝内经》啊，他有写哦，属于巫术。对啊，是啊，这个我有念到啊。就是这样啊。其实我感觉有了现在比较文盲的人哈，我们现代人哈，其实没有病了。都是新生灵的问题啊！我们将中医讲的嘛，你越忧愁啊，规个拢不调呀，啊，内邪啊，沉郁呀、啊，人家讲说你不通，则痛，则郁呀、啊，就形成一个病况出来。没错，嗯，
咱人要较好调试啊，你也用请宠物的分哦，哎，嘛是一样的。宠物，宠物，我们现在遇到的几个兽医师都说，宠物会欺负主人啊，主人是听宠物的，不是宠物听主人的。对对对。啊，其实现在养宠物哦，有一个观点，就国外有讲，你养宠物的人比较健康。对。第一个要是快乐。对啊。啊，然后他来，我们养一个小孩子，长大离家，啊，但是他你安那牵安那抱。等下叫伊落来，啊伊来摇尾，好，啊佮还有一点增加主人的运动量。对，你顾客来遛狗啊，有诶无？是点嘛？所以健康。啊，有人想到说，我养宠物，很多戏子讲，我养宠物啊，刚好我的太太已经怀孕大肚子，能不能养？可以养。继续养啊。可以养，没有问题。他因为宠物不能预防啊什么，你很完善的话都没有影响。都没有问题啊，那照时间打疫苗。有可能会对。他有个五花后嘛，对，所以说这个，我原先来还没有来之前，我认为哦，哎，王董他可能在医界，然后可能和兽医哈、哦、这方面可能脱节，没有啊，我没有脱节啊，问起来真的，我没有脱节啊，哎，很秉官他来啊，我还跑回去，我还跑回去进修兽医啊，对对对，我没有脱节、啊，所以原则性这个真的我们的福气啦，没有没有不敢，我们兽医界真的，我跟兽医结缘了，可能你今天读博士，现在高薪，可能人家指导教授吼，可能跨立啊，尊重的哦，都对我很好，真的，对啊，一定很尊重哦，你那一讲诶，今天卖光兽医界，咱医界真的奇葩、啊，能建立这种基地哦，真的不简单，靠大家帮忙，你外表一看就是像一个吼很宁静的啦啊，然后看起来就是不像一个类似猪场这个格局啊。因为有人从这里过都奇怪，这里怎么说开了一家民宿？因为不是看到饲料打就说不是。啊，这周围公司的嘛不会去吵到人啦、啊。不会，有这范围。这范围、啊。当初王博士为什么那么急眼说来找这一块土地？因为这里其实上我从82年，1993年，就是民国82年要进到后龙来。那我原来在新屋，跟人家租了一个猪场，跟他租了他的猪场，然后跟他租了两栋猪舍，花了大概1000万去整建。但实际上，那个老板最后不租给我，那就搬家的时候当天烧掉1000万，因为什么东西都不能搬。对对对，啊，就一器能搬，啊，整件的那些部分完全不能搬。我还没买，剩。啊，那没关系 啊。可是那就那个时候就要签约的时候就开始在找地，啊，找地实际上算看这里算一算，交通也方便。那没有想到还有最后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苗栗高铁站，所以这里很方便。对。不过原来搬家的时候很气，因为真的烧掉1000万。对啊。可是现在要感谢那个老板，如果没有他把我踢出来，我没有今天。哦。这里的地。大概这附近的地大概不包括那一块那个温室那一块的话，这里大概在一甲四分地，一甲四分地将近4000坪，超过4000坪。那因为我喜欢买大一点的地，因为接下来可能要扩建第二期的工程，那逐渐的啦，这里可以自己做一个。想要怎么做的基地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只有地上，地是自己的，你要怎么盖都可以，这是比较一个方便的地方。啊，反正就做了嘛，已经做那么久了。那以目前的话，像你这种经营方式，目前在台湾这个境内还有其他吗？台湾境内目前只有国家实验动物中心跟农科院，就是农科院动物所，就是原来的养猪研究所变养猪研究所变。动物科学研究所，然后现在变成农科院，然后里面的动物所有做一部分。那实际上我的空间比他们稍微大一点，因为民间的部分可能一家而已。对，民间的部分只有一家。对啊，其他他们国营的话，国营的那没有办法。那国营的，其实上他们现在，我常常会讲的是国家实验动物中心，就是实验动物中心，国家实验动物中心。啊，国研院，他们在台南有一场，在竹北有一场，可是实际上他们在标准厂房做动物房，实际上会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。那因为标准厂房里面，他必须得去防范一些
疾病的爆发啦，或者是一些传染病的爆发，这个东西他必须得去考虑的。那我在这里，我空间上会比较大一点，而且周遭这里要有人，大概要会直线距离大概超过500公尺，所以说不会有问题，而且我这里完全都合乎标准。那甚至去年也得通过 ALEC 的国际认证，那也得了一个国家生技医疗品质奖，那个国家生技医疗品质奖是完全在国内都是发给医疗院所、医学中心的。那好像只有我这种很奇怪的单位、很奇怪的公司去得了那个国家生技医疗品质奖。尤其那个2月25号去见副总统陈建仁的时候，在座的都是什么台大医院的院长，什么龙总、长庚的院长，他们觉得奇怪，怎么会发给一个养猪的？那其实上我的里面的设施跟一般的照护情形跟医学中心差不多，因为我们有专业人员在照顾，我里面有护理师，我请护理师护理专业的来照顾猪，那有兽医师，这个所以说我们在照顾上面都不是问题，是这个样子。这些我模拟猪大部分都是一般提供哪些单位 ？OK， 提供的话像研究单位像中研院、工研院、国卫院，一般还有农科院有时候来做实验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医院的医生做实验，医院有台大医院、北医、长庚、龙总、星光医院、马偕医院。大概现在还有生技公司，生技公司像上柜的、上市的伊安、博登，那或者一些要医材药研发的一些的生技中心，生技公司大概都在我这里做，或者一些比较学校的研究单位，学校老师也会在这里做。目前因为时间的问题、跟空间的问题、跟位置的问题，大概左水西以北很多单位都在我这里做。都到现场来做，没有说把模拟猪直接移到他们叫。OK， 有一家亚东医院，有时候他们的PGY 就是住院医师的训练，住院医师模拟训练，要我们配合把猪载上去他们动物中心做实验，有这种，那个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猪载上去我们的。那目前兽医这一块目前大学这个部分他们还没有。教学医院还在谈，目前在谈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大家的磨合或大家的配合了。那我目前有提供，上学期有提供屏东生技系的一个实习生来这里实习。那现在暑假有三个中兴大学兽医系二年级的学生在这里实习，一个是嘉义大学兽医系的学生在这里实习。那我总是想要让我们的兽医能够，兽医对大型的动物实验或实验动物这一块能够有所了解，因为我想在学校里面，对于关于实验动物这一块，甚至猪的动物实验这一块，基本上介绍比较少。那我去屏科大演讲过，我去中兴大学演讲过，实际上我还是觉得，把提供了多个面向，让我们的兽医系的毕业学生能够去。有多重选择，是这个样子。因为是刚启动基于教育，其实我们老早原先也有已经有企划案了，是主要就是说在小动物这一块，像现在比较先进的一些内视镜部分啊，尤其外骨科部分啊，甚至我们在应用到针灸这个部分 ，OK， 这个真的有需要这些。这个环境，我讲环境上配合，应该目前，因为我里面可以，里面有2间手术房，7公尺乘9公尺手术房，可以至少会有4台的手术可以同时进行。那人员的话，如果一组是6个人，大概同时可以有24位。对，主要现在目前可能在一个门槛，就是说有这个环境，但是师资这个部分可能也要先借请人医，这个就可以啊。那我们就看把时间排下来，我们就请人医来指导。我想不是问题，因为我们大概认识的人医、骨科、外科、内视镜，基本上这一块都可以找得到人医来配合。因为
我想我配合的跟我服务的这些的客户，服务的这些医生，他们都很愿意。因为这个时间上哈、哦，一定要长，因为我们现在这协会这边和一般协会不一样，就是说我们老早就建立有一个阶梯，是阶梯，就是说基础理论的部分，可能都是用文字或是现场有一些啊、哦，就先教起，然后等到你集到200个积分之后，就变成中阶，是中阶就是专业教育的部分了、啊。Okay. 然后几乎有高阶，是，但是你在中阶部分就要实际的。OK， 没有关系，我想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可以的。那如果有仪器设备的部分，我们可以请厂商来配合，或者是有一些就我们就购置一些需要的仪器设备。因为我刚才讲基础的部分不是说完全，就是说也有可能说有像内视镜部分啊，外观可能也是要需要，对啊，但是实际比较平缓的操作，有可能要到中间。OK， 你没有取得到200个积分的学程的话，可能你被跳上来不可能。它没有了，有一些东西是要 有基础，我们才能够让它进阶。对啊，最重要就是说，现在目前哦，大陆那一个区块也很缺少，就是说他们还是土法炼钢，是哦，可能在这个方面。你算起来，亚洲的话，我们台湾的人力这个领域哦是超高的，是，所以还是要走这一区块。Okay. 好在说我们现在黄点仪哈，它的技教它原则性还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说只要人力他有著作或是在学校已经当讲师的，一切都 OK。但是有一些老师他不见得会在学校。我的想法了，因为您我等下这另外在事后，对，我会稍微给你介说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协会老早都有知道这个门槛，对，哦，在因为现在在录影 ，OK， 就是不方便讲，好，因为那个是私底下我们，对，我们可以，这都没有任何问题，我知道，对，你完全没有，我讲我找的老师大概都可以说他们已经有在学校任教过，那个都不是问题了，因为现在 有很多人还在念博士班的，他有时候也在学校念，学校任教过，那个我想都不是问题了。对，就这样。你黄姐，你这边也很肯定人力这个服务，知道，非常知道。那真的，他们受他们的肯定是不错的。因为没学，是怕说走的路不一样。是走的路啊，如果是在血型方面，玩兽医这一区块真的不会，如果没有再加强，兽医现在也是很厉害，已经。因为这是最好是环境面的改变，就是说现在宠物主人哦，坦白讲，他的资讯，任何资讯是比临床医师来的高。为什么？网络查询很快，所以大部分都是会他要看之前，宠物主人都先到网络去查说，对，哦，查说你这家医院人家的风评怎样啊？你也用看不认愈多那个。啊！但是看不练多嘴，生意如何？因为乡外人这是乡外人哦，哎呀，愈讲起来吼，先或是讲有诶，早起不干啊，讲人家叫《苹果日报》哦来采访哦，迄间免费广告，对，没有错，都完全拢直接上报了，对，嘿 ，OK。谢谢，真的谢谢吴理事长，谢谢你，今天这是真的哦，我们老早就有计划啊，就是坦白讲，就变成说，比喻说可能是2年后的工程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啊，现在不，慢慢来。现在不两，我是讲比喻啦，今天没有遇到王董啊，可能现在遇到是有可能一两个月就 OK，就开始，没有啊，就是缩短那个已经。缩短期程啊，对，计划的部分啊，对，计划的部分啊，以第一阶段就是9月24号被邀请地来，就是早上场啊，邀请这个哈，有可能坦白讲也是算一个起步啦。谢谢。你那一天我们另外有邀请到中国医大，那个他是针灸的 ，OK， 他也是临床，也是主治大夫。中国一个在一个，他也是搞实验动物啊，那个什么林哲了，林波不是了，那个我等一下看一下，那个因为第一次见他的，这种弄鸡眼呐、啊，你稍等一下，
以中华职业了，中华职业。张世良博士啊，张世良，他是搞针灸的，张世良，嘿，搞针灸，中国医大张世良，对对对。啊，伊伊，说不定我认识他。嘿，伊因为伊中华，因中华有一间中医诊所是四五个哈，都是博士级，苦也精瘦。啊，以针灸，伊在针灸临，针灸那个小鼠实验部做很多。OK。嘿，尤其在针灸，哎，这光顾个拢很机眼，认识恁家的。你告诉龙飞厂机耶？张哪个士啊？对，就是这样，张世良，张世良。OK， 伊很机眼，以前啊买啊问啊买啊了无吼？同一个企业体。天一药厂的股东，中药厂的股东。OK， 张世良。他是他中国毕业的嘛？对对对。啊，伊个伊现在大业来在当那个无、哦、大业大学啦，对对对，大业大学，对，大业大学。啊，伊现在人够啊，很厉害哦，啊，要等啊。对。嗯，啊，伊在针灸部分啊，其实我本身也是搞中医的啦，针灸工， okay. 因为我当初被建立哦一个完整的一个穴位点。嗯。啊，其实你在我们犬猫部，我们早在2002年就和美国兽医针灸协会，他们就，改，就是他们认定就把人的一些穴位点又纳进来。对啊。原先大陆版的话，大概七十个穴位点、常用的。嗯。啊，后来他们改本，就是要我们美国那边来兽医师学。他后来就是大概，因为人的本360多嘛，对，他大概有120几。啊，后来我用探针，就是穴位探针仪，再去纠正掉，我改下的版本，就有经络版的啦，14个经络版的，147个穴位，但是常用的话，大陆版它是70个穴位。OK， 啊，但是原则性。以犬猫部，我想说也要用一个猪体穴位点，全部模拟出来。可以啊，这个我们当初也有这个想，他们知道，不是，我们也想要做建立这个， okay. 这种资料库了。Okay. 我们当初嘛，想讲和大陆一个比较做那个现在比较很名的那个，就是尸体模型的人啊，动物体嘛。最大的在河南基地啊，啊，伊叫讲啊，这个猪体，啊，是咪再稍微点用跑光跑，好像光线一样。今天按哦百会穴按下，按那个经络也跑，啊，到那百会穴也亮起来呢。哎，这个很好。嘿，这个真的很好。我的外构想的呀。可以啊，这现在目前用标示法，你插针没有问题。对对对对，啊，因为其实我们针灸部分有一些患者，卖光人养动物部分中，中医这个疗法是不是很缓慢？就是说也治病缓慢。其实话讲不会，对症下药。对啊。好啊，还有辨证论治。不会。得当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一两天就。现在目前哦，很多经常感冒的人。超多的流感，他们你一看西医的话，你注意看，一照正常原理说，你也可能最低点挂，还是讲你养进麦克超了，可能一礼拜就好啊。对。但你也看好了哦，这一礼拜后阴沉沉。对啊。他可能安尼阴。对。啊，我们现在做到什么？以前我内人都说啊，你这恰卡医生，好可怜，我讲歹势，我爱开个。这个方给你就好，三道复方给你就好。我咧保证你第二天吼，搁食第二泡，你鬼拢好。他不相信，我真正开错哦。但是阮这个开出来这药方啊，其实我们中医吼不讲伤风感冒，我们是讲他内血问题。你没有解表，因为咱一般的内血之后，你无解表，你这内血无了造出来。对。啊，咱一直在攻细胞，不然攻那个病毒啊，对对一直在攻死它啊，就是讲咩啊，逼到最后无路可走啊，无知影好细胞坏细胞拢攻掉啊。
但是我解表，解表它写内写之后，我们后面是加强它每一趟级。对。啊，其实这个感冒不是真正的流感感冒，本身是在那过敏，气候过敏，所以说你现在禽流感买不起啊。如果禽流感今天的观念哦，可以用到中医这一块啊，因为现在大陆它已经导入了。一挂细产方面、哦、都用中医疗法，所以我们讲中兽医药厂为什么那么多，主要愿意的养殖业，它供给链，等于讲我养出来的细体，我保证我是用中医方式去饲养，防止疾病，但是这肉体吃到人身上，它没有抗药性，不会啊，不会有，没有抗药性的几种免疫啊，对对，它所以它看已经看到这个市场。就是不管你起 DA 起 GA 起啊，涵盖那个水产的，都是中用。我进到养猪研究所的时候，要提这个计划，不准我提啊。因为不准你提，因为他们不懂啊，他们不知道。可是就是这个问题。可是我提出去之后啊，我后来提出去之后，我都没过啊。过隔年就有人的实验过，就有某个大佬的计划过了。对对，因为有我十多年前。创立一个台湾小动物中医协会。嗯，我当初的意料说，我们这一块是绿色黄金。对。啊，但是原则性官员要先给他知道，因为我想那边我先知道，因为我走临床的。对。我今天没有给你先报备说，我被用针灸疗啊，用中医疗，有一天呐、啊，我用下去啊，发生状况的话，主人要告我。对啊。告到法院，以上面一定台风啊，我无应准伊做这种嘛，所以我先，因为中兽医这一区块哈，坦白讲，今天台湾是真的是一个算是一个领文盲，原则性是，因为当初老蒋要过来的时候，他是信西医的，他不信中医的，所以赵昭伟林把中兽医放在西南大。就是现在重庆呐、哦，一个资源，一个规资料，因为是畜产试验所所在地啊，规任何资料都放在那边。啊，买了了，我为着讲，这了黄姐姐了解我们中兽业可这博大精深啊，我把遐资料拢重整一本资料给黄姐姐。啊，买了伊就准啊，准讲阮临床医师可以用中医疗法，还有一些另类疗法，因为台中市第一个开业征召是为了这个问题，我的问题，我已经没有清中医整个疗程在营业项目了，给防疫处的承办人他莫一些，伊讲阿乐伊头到尾啊，无这种小动物这资源啊，伊跟我咧揣猫啊，无，伊唔是揣猫，伊每次嘛这样讲啊，讲吴医师啊，你唔好报纸啊，刊啊咧哦，安尼。台湾的小动物中医，按海湾的系主拢敲电入来防疫处，讲这兽医用中医合法不合法？嗯，拢会问安尼啊。啊，伊咧客厅上讲，拢阿讲这合法啊，哈不合法，但是就无遐个资料。尾仔了，我叫黄姐姐发公文啦，发了各管区的迄个防疫处啦。对，这是合法啦。对，因为我叫你发这个物件啦。对啊。啊，因发了吼，真正。真正有迄个成果出来，就是讲，因这官员哦，尾仔讲吴医师，还是你厉害，对，你会医治十年后，真的，伊这样逐个人拄着讲，啊，你这黄金，真正无绿色黄金哦，你渣，真正。其实我当初，因为我中国药学系毕业，哎对对，我建议要用中药的原因是因为。我们原来的这些动物没有圈养的时候，它生病是不是要去外面找药材来吃？它要活下去，它就找药材来吃嘛。对，那一个情形是，那基本是经过科学的方式，把这些的药材的药效都确认了。对，啊，我们集合成复方，或集合成，然后做成单方，或者是不管是科学中药还是水煎剂，那些的药草，实际上打一打粉，加在饲料里面，是不是猪？动物它的吃的就比较方便，它不用去，因为你是圈养的，你不可能放它出去，就出去找药草吃嘛。这样子促进它的健康嘛，而且在对猪来讲，其他动物我不懂啊。对，猪来讲，你不管在母前、
在怀孕，在母后，在宰猪，在保育猪，在中猪，或者是在要上市场的肥育猪这一块，基本上每个时期给它不同的中药材的添加物，它是不是长得更好？对，而且不用完全不用抗生素，也没有药物残留，也不会有环境污染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些的药材本身就具有不同的药效，这是我那个时候做的。可是那个时候，两株研究所没有人懂，没有人懂这一块，所以都不准不准我讲。他们就是西医的里面干。那其实刚才王董你讲欧猪，其实哺乳类一猪涵盖面都一样。是啊，你应用到其他动物都是一样。是啊。它几乎和人嘛是一样。是啊。啊，因为这几样啊，因为你们我们最古老的时候就有关中医药的动物实验。对，我知道，因为老早就有。我从我71年念中国，我其实那个念了中国药大学的时候，药学系我们就开始在看大陆的中医的书。啊，那个时候中医的书，简体字的书是不好买。可是还是有的买，好啊，结果后来接触到中兽医，那实际上我们会发现，在大陆其实中兽医很风行，因为他们用这一套理论去管理、去治疗他的动物的疾病，反而比有时候像李市长你讲的那个用西药来的比较快，对，对啊，而且预防也没有问题。王董，你接触中兽医在什么时候？你其实，在进到养猪研究所79年还80年的时候，就接触到中兽医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在看，我都一直在讲，可以用中药来治疗。短期当中提计划，没有人没有，因为我们都是小的助理，要提计划很难，所以就变成他们就觉得那一块是不通的。可是实际上，那一块是通的，就像现在的中兽医那么的风行。我们在2008年 ，OK， 2008年办第一次在中兴大学，台湾第一个那个建教班，就是中兽医建教，有大陆的老师用远距的，每个礼拜天上6个小时。那个谁去上啊？那个谁去上啊？竹北里仁的那个范浩生去上。哦，你也捌伊哦。他是我的顾问啊！一，你也讲吴医师、吴理事长，他就那一马上万的学生。对啊，他就去上课。他说：“王博，我要上，我是什么课？”你第对啊，他第一届的啦。他第一届的。他的理念对非常好，因为我当初一进来就是讲，我是那个本科专业嘛。啊，也能看到台湾这边就是你讲，我刚刚跟台湾没做任何一个医界前端先锋哦，哎，牺牲小我王的道。我因为我跟范医师，实际上他帮了他帮过很多，有时候你也找得医的对啊，哎对，伊这囡仔吼，真正可贵。广东人，伊卖哦，一定换一个医院呐，伊载于全国。哎，即卖讲，即个录影即卖讲，啊，沿着伊你也看伊好学，哦，阿哥这点有冲劲。对啊，哎，你也看伊个病因，啊，敢啊看伊敢啊跌落去啊，像讲。将近3000。对啊，你也想伊不爱找台中，伊竟然来找这个，宋主任嘛，主编嘛。你也看伊就来找这个所在看。我刚刚这新的这周围哦，好所在。对。嘿。对啊。阮两个囡仔，我儿子啊，原来不念兽医啊，要填志愿的时候带去他那里啊。哦。填了兽医、啊。你今天找到人？对啊，然后我女儿啊，也去他那里之后，也要念兽医啊。我们家两个小朋友真的受到影响很深。读兽医这一区块，我是一个见解，我是过来人啊，我认为说要有兴趣啦。是啊，无你比人医较歹读啦。我知啊。哎、啊，你天天遇到那个不会讲话啦，阮太太爱讲你一定拢退化啦。拢袂和人沟通啊！我唔讲无安尼沟通，就是你会小看我们啦、啊。你错了，我们都要跟每都跟犬猫都要讲沟通。我唔是沟通，我当动物医师哦，超厉害。对啊。伊系主嘛爱沟通。对啊。啊，但是哦，其实都看系主。对啊。第一优先看系主。对啊。先，可能我有邪面相、啊，系主一进来我就知道了，他需要什么。对啊。他还没有讲，我就知道了。
对啊，因为翻译师真的帮我很多了。我最近我的一个新产品，空气清净机，在他那里试。我们的第一代的原型机给他试，他觉得非常好。那我们第二代的准备上市的机器也出来，也在他那里试。他觉得非常好。你也找伊便宜的对啦。因为因为我唔是夸大是无乱讲哦。以他这医院如果是在我们市区的话，是想比区医院更大。他那个环境真的好。我们有一些理想，其实他们常来。我们也是他脱节原因吼，就是讲可能我这几年都往大陆走。对啊。我台湾这边也不是说放弃了，我是认为说，可能是可以建立基地啊，但是还是要延伸到那边，因为咱尾狼兽医这一区块，尤其走小动物的愿景哦，我不乐观。可是不会，我反而乐观呢。我不乐观原因是哪样？是政策问题。OK。上面政策问题，因为外公就会这样影响很大。你不像欧美国家，今天是政策问题，不是说我们环境不好，是政策问题。政策这个政府这個、政策哦，你也不改的话哦，可能影响我们。但是我现在录影不便讲，对，可能私底下再讲。的确都是出在政策这问题，因为现在官员哦，他最怕放缓掉，无迄个放缓，就是讲伊希望我。我顺顺退，你卖好找代志做，就安尼尔。但你也找出来，你又搁爱搁另外一个工作做，但是他是不愿意的。所以你较另类的吼，他最好是叫你不要。另外，我中医当初我就找出来，我这个是世界未来的一个趋向嘛。你不能说一二十年，你认为说一二十年后不会有。但是你要需要资料，我给你。我只要你要那一张公文下来就好。啊，真的下来啊！但是这我没意料哦。后来到十年后要发生说医用西药问题哦，未再用人药哦。但是中药有当用哦，啊是另外我十个几人前我就事先给他讲了啊。啊，但是台湾没有中兽医药厂，你唯一是不爱用。所以最早是顺天堂有踏入在宠物这一区块，台湾第一家啊，但是也是我在旁边换一只比较野宅啊，我要介入进去的啊。后来就是天一药厂台南关田，也这药厂是台湾第一家的 EMT 中药厂，但是伊是它古色古香，因为伊是家族企业啊，然后他们是几个中医师哦，合股的一家药厂，但是当时要走入历史，你的员工不再提升了。但是刚好是董事长的女儿，陈慧娟女士，她从加拿大回来，后来她进来就和我接触，我一个观点，我点破而已。中医没有生活化的话，你按怎走都不好。生活化用意就是要侵入到家庭里面，你这个东西不能每天说标榜说每天吃药啦，就是说配一个吃一个药丸也要吃药啊，吃一个药粉也要吃药啊，你要怎么做入中无那个中医化，我今天喝这杯茶里面就是说中药材每天喝没事我这个每天吃米，我里面涵盖中药在米里面面里面涵盖你咧食饼干，你上边啊，银瓦族的眼睛的问题，骨头的问题，还有比较年长的一些女孩子，也气血问题，我逐天啊食这养生饼干，就可以去代替药了。所以走，我要他走这一块生活，现在这个讲一句，大家，因为其实吼，在诊疗部分吼。在那个中药的迄个后端医网医学吼，才是饼啊！也现在演变到十多家中药厂经营吼，比一般你诊疗的啦，诊疗比方你处方签的部分啊，然后在医网医学当养生的，对一个前途，这个饼大
当然在医王医学啊。对，还有一块饼，所有的中医还有一块饼没有踏入。哪一个饼？不要告诉你，那块饼还没有踏入。如果愿意做的话。对啊，但是就是现在大部分都摊在医王医学这个部分了、啊。是医王医学，那起码，那起码有胶囊咖啡对吧？对。你为什么叫你这为什么中医不能做胶囊？哦，你讲无，你讲冲泡式的。的迄、那个我知影啦，但是我讲，对、哦，不是冲泡式的，今天是冲。你现在迄、那个，你现在吼、哦，现在很多中，你可能还没做过这个吼、哦，我跟他稍微啊，王博士稍微介绍一下吼、哦。现在大陆大部分的中收一部分的部分的迄个现场方面哦，都以血迹。全部都是血迹，但是血迹哦，门槛你无跳过，因为环境热度的问题，你花无酵母的部分哦，如果里面弄不好的话哦，有可能这个液体哦，经过一两天这个运输，或是在那个不，人家讲说一点二五节恒温管道啊，不用啊，但是哦，变化，不会啊，会换咯，都不会，但是现在已经做到足好个啊。你做，我跟你讲，你做浓缩，你做浓缩剂就好，做流进高，对，流进高，对，你要做一件事，对，你流进高的成分比粉剂的成分来的好，对，而且你不用去喷雾干燥，或者不用去喷雾，那一个情景，你流进高，你要防止霉菌什么东西的污染，对不对？对，很简单，嗯，非常简单，嗯，全部去照。去做伽马就好，一整批进伽马，怎么会有问题？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今仔是可能你讲的爱技术上的问题。不会，完全没有。本来是你有意。因为你充填，你就跟咱那个胶囊咖啡的充填方式一样。你用龟苓膏一种。龟苓膏那个不是，要去用咖，用胶囊咖啡。好，那种方式。全部做胶囊咖啡，因为几乎很多人家里都有胶囊咖啡。对啊，现在很流行的。啊，你去，对，一粒一粒，一粒啊，你去大家就跑啊，一杯就好啊。对，不说这个。现在大陆，现在五姐趋势有没有还不知道，因为现在大陆有一家药厂也蛮大的，也，你讲比方中药，不如果这家医院呐、啊。他是就像那个试药车嘛，这家入去关入去啦。我知道啊，但是那个，哎，无粉剂也不能啦，他粉剂也不能。但是粉剂嘛，咱即马是为了做方便性做胶囊啊，不是做类似胶囊。也保存呐，上回那个都不是问题。对，因为咖啡，你要想咖啡也是植物提炼的，咖啡可以这样冲泡啊。咖啡这样做，你的药品绝对可以这样子做。对，你刚才讲到这个哦，你粉剂也不能啦。粉剂，咱台湾的中药浓缩全世界最强，科学中药。可是，咱即马咱有一个问题是，你去看大陆有足侪冲泡式的科学中药，对，而且他加了一个，他为了要好吃，对，他全部加蔗糖当搅拌剂，当复形剂，对，台湾无啊，对，啊你其实你做你当蔗你加蔗糖加。这些东西加砂糖当调味剂，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。你王博士，你讲这个问题哈，迄就是讲要喝饮者的哈，较好啉啦。对啊，因为有的中药苦寒。苦啊，苦寒。对啊，你看板蓝根，你卖过后，你板蓝根你不加糖，谁喝得下去啊？还有一点哈，还有一点，我们现在中药粉，你看一般的百姓哦，的观念问题，你粉来了有加了压掉了，其实你要用热水。先冲哦，对啊，下来行业的直接用，不一样啊。啊，但是这行内吼，已经刚好今天有来，因为我回去的话，我会写，我一批无吼，专卖讲专咱台湾啦，连亚洲无可能写啊。我一批有在大陆登，是，就是糖类的忌讳中药的问题，忌讳中药，你哪一种糖哪一种糖，啊，但是咱中医吼讲，你也加糖败火。可是你要看什么糖啊？对，不见得、哦、白糖类的，所以都对，不见得算是坏。但是最好是你爱有颜色，比如你黑糖就不会了，哦。因为其实用一个
用一个比较不伤，对，不伤的糖类，实际上就可以用了，對對對，因为糖只是做调味剂而已。你说蔗糖这分来自天然，可以，对啊，你要合成糖不行，因为你现在你注意看咱西西医无诊所拢爱食为着食药啊苦，对啊，用一个合成的白糖嘛，对啊，啊内底南瓜颜色啦，对啊，啊口味啥的，对啊，不行，不行啊，那个是我们的制剂上面可以去做调整的，因为只是为了让适口性好一点，跟咱中药来的做蜜丸赶快嘛。蜜丸也是方便跟方便跟适口性的问题嘛，安尼其他都没有问题。对对对，啊，这个在制剂上面不是问题了。因为我当初进来小动物领域中药，跟我们天津这一边哦做的比较好，原因就是说我们有开发一系列的五脏六腑的，在宠物调理这个部分啊，我们把原来的你讲，比如讲。因为大拢认为讲，哇，迄中药，迄即个如果大动物啊，是迄大狗，哎，即个爱食较侪哦，不是这样。对。因为阮是用人医的，它最高到我们中药后面会写成年剂量，啊，你几岁？几岁？几岁无？你啊，20公斤以上的动物啦，迄是比讲是小动物这个区块，20公斤像迄大丹呐、啊。挪威呐，然后迪拜，哎，迪西东以成年一个剂量就好，对，2公克就好，不用再加减了啦。2公克，看，其实要看啦，看药效啦，因为我们有一些像，比较像抗生素的药物，用中药去用抗生素药物，我们会建议啦，大概6个小时吃一次啦。对对对，时间用西医的给药方式，对，我这讲量不能，因为很多兽医师哈。他在介入到中药这个部分，因为我写那边用，因为在大陆他有专任学校哈，有这方面的研究。因为你请讲，有人认为我这届罗威纳大当天那么100多公斤啊，我爱叫一颗量啊，我就唔多食一罐，唔是安尼啊，有迄观念错，我咪爱我有想，因为可以用，可以用缩短给药时间的，比方你我你也中，他中我2个小时、3个小时，可以啊，就是量少，给它频率，让它维持有效的血中浓度就好。你中药这个区块西药的差异，讲以西药来自合成的话，毒性的部分啊，但是中药以本身有毒性，但是原则性想到科学中药，因为科学中药本身就是有把关。对啊，你不管在重金属、农药部分，因为科学中药你比较少买得到毒具药品。对对对，它这个那个把关啊，啊还有它是浓缩的。对。哦，浓缩的部分有可能吃一点点就有效果。也是没错了，但是有个情形是，科学中药要去看的是你的，你除非有一些动物不能用，像人有些药不能用，对，动物也是有些药不能用，它有特殊的。现在很多吼，刚才王博士讲，像百合，对，还有那个茶树，对，哦，它可能尤其茶树、百合，它对犬猫会影响啊。其实很多兽医有讲，我们中药有一个百合，这个百合用在咳嗽方面用很多，但是这个百合和那个花枝科百合不一样啊。可以吃啦，啊，因为另外还是最好是爱实地的花粉，那个就不行了。对，因为经过那个把关之后，它是与哪些复方剂哪些的，掺养肺部分大部分会用到这个部分。百合、郁金这一类的。阿弟哥，请问挂在骨伤科的话，有几种比较毒性的？但是原则性为什么？因为所以讲老祖宗太厉害了，因为你看自古以来哈。从那个古代的一些，但是那现代医生的用方剂了，他比如小青龙汤，补气益中汤，哦，益中汤或哈，还有其他那方剂，从古代到现在一直不落，但现代人不敢给他改，不改啊，那个不能改啊，精神着死，那个没有，他有时候会看症状去加减方啊，对啊，因为你也注意看，因为你也成功，以这方。你这个方，吼，有一些它毒性很强的，几乎你啊单方剂真的，它本身尤其骨外伤的部分，但是它怎样古代的人嘛，种起来，它用蜂蜜一炒，对啊，
啊，蜜制啊，哎，你来蜜制之后，哦，啊是用酒类，对啊，去啊蒸，酒类会加酒的东西，是因为它的成分里面有一些是有机，必须要用酒类去把它萃取出来。你底下在蒸煮的过，你在煎煮的过程中，你可以把酒类出来。你的话，这甘草部分，如果它你如果看见制甘草，对啊，那蜜制啊，阿丽亚。甘草的部分它是偏寒性的，对啊。阿利亚制甘草在那个比较年长哦，它有可能是阴虚的啦，对。没补它的气血的话，你看高赞啊差不多，对。也变质都无同，泡制都泡制不一样啊，不同泡制，中药的好处是不同泡制有不同的疗效，对对。甚至在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作用，对对对。对啊，而你很厉害。没有，因为我是读大陆的哈，哎。中兽药物工程 ，OK， 也是向甲和王博士是读是属于药科部分 ，OK， 啊，所以说你在药科，像我写很多像金城佐使的部分的一些药，它每一种，哦，小青龙它底下的一些单方，它本身是属于你看伊金城佐使，你看高扎郎，伊而且。现在医无名医吼，你也看伊内底药啊，伊有诶偏寒的，有诶补气血的。对。啊，伊这药啊，就是变呐，要互你入了就是大小通吃。对。伊袂当互你讲抓不到你的重点在哪边，所以我妈讲很钦佩那古代的人，他可以想出那一种。但是我们是用现代医学伊啊路径呐。对。我们现在是搞慢慢在搞这个，你请中针灸这个部分。我们要怎样给兽医师很快一导入，马上学好？因为针灸这个针，你注意看咱中医诊所的医师哦，其实讲要安怎来治疗好，啊有诶讲健保迄药啊是要安怎治疗好，一块针灸扎下去就停在那边了。对，错误观念，因为阳经的不留针，阴经的部分呢要不留针。对，啊还有每不管阳经阴经，你一定要先得气。对。得气完，你阳经也不留针，留针啊，因为阳就是你本身就是阳虚，它内热，你主要可能爱留针吼，要血出来。对。啊，你阴经的部分外表这内部的部分，你得气之后快速拔针，就是本身就是它属于它阴的话，你要补它的气。对。所以弯捻针很重要。对。我们在学小动物部分。我强求每一个学员、每一个医师，在手法部分呢，用棉纸三层棉纸，你爱30秒爱穿透，你没有30秒，两个还好，你以国外面哦，有可能它产生很痛的痛觉，你可能排斥，所以要速度很快，所以要先练，你这观念也练不行，可惜没30秒，拍子又继续练，嘿。第一阶段60秒啦，但是到最后真的及格要30秒， okay. 连针，二指连针，三指连针。啊，说穴位这个挖空以猪蹄这个啊，我当初就想到这个话了，以整个也，其实我没有那像美国系统那么多，就是只有70那个穴位。OK， 就是它重点不是筋，没筋络啊，其实。我们做到这个，我们真的有做类似前肩的部分。我们不求穴位点，你只要拿呢它的经络回向。以经络回向的话，本身疗效比你真正扎穴位的话多2%出来。OK， 你寻穴位的话可能50%。对，完经络的回向并52%，的疗效。OK。啊，还有经络阳经的部分，你要怎样去补或泻？啊，阴经的部分要怎样补泻？所以我们在中兽医，我们是台湾最早做云端教育的啦。我们里面有一批中兽医，有一批仁医的中医，在大陆蛮强，在基础教育方面扎得很扎实。因为你无安尼，可能要后边要带动。比较困难。哦、你有缘，你无理缘，万一是你也问就知。你阮本应这个领域啊，阿姨
我本身也搞药业了。真的是你是真的很强的前辈。也不是，因为从头到尾都是在药厂，你生技厂，啊，后来又跳脱到中药这个部分了，都是在药业，离不开药业啊。啊，我买苦读啦，对啊，自学苦读啦，对啊，嘿。不求经，不求学历啦。OK， 不会啦。就是有兴趣啦。求经历，求知识就好了。我觉得你最后那一端点，我咩那也好难管啦。因为你请汤罐部分吼，早起生意都没做。我汤罐第一个吼，四大媒体报道。我刚好八十几年回来的时候啊，人家以为我用针灸啊，扎个高啊背起来行，啊改报纸听啊。喂啊，不干啊！我那是综合医院嘛，从早到晚我都看针灸，看那个瘫痪针灸，比他无眼旁个广，比他那百医术。说动物的复原能力比人差，对，人大人好很多，因为我叫欧高，对，腰这就是这里腹部啊，对，经过卡车的后碾过，碾过，嗯，我靠，翻译是哎，我很高啊 ，kill。去卡车碾过啊，怎么办？伊讲他现在怎样？我说瘫在那里。他说：“王伯，你要抱来看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想让他观察几天，看看怎么样。”结果一礼拜，前一个礼拜有血尿，有漏尿，一礼拜会起啊，两礼拜，就安尼啊，没事。所以说动物因为那些动物本身哦，动物本身它原野也比较野生种嘛，啊，它你只要讲这个问题哦，我较早一个病例，一只幼狗啊，嘛是车跌过，有迄髋关骨哦，髋关骨两边嘛拢跌掉，啊，但是我讲你若要动刀的话，主人阁开袂落。关医生甲讲爱开偌济，对对对，开二十。对，哇，你来阮兜要做啊！伊就本身就开，我尾仔讲安啦，讲自体疗法。对啊，你着食较好，营养较好。对啊。啊，伊细只狗，后盖伊可能起来阁无够。对啊。结果小啊外固定麦克风，安尼走来走去尔，一礼拜。嘿啊。你知迄只狗？一只小 baby， 会抓斑鸠，会抓蛇，会抓老鼠，会抓乌龟。伊迄本身，回来给拉拉屎。对，伊本身免疫抗体好。对啊，真厉害！因为只土狗还去掠，伊食过一流浪狗。我去掠狗啊，掠小狗。尤其哦，尤其比较土狗类的哦，吼、喔，真是厉害。你看早期无吼，早期咱台湾咧生迄种咧正土狗的虎斑的啊，啊，佮赤乌啊色的啊，迄原住民哦，迄拢伊。断崖哇，你造冲哇厉害哦，也未栽落。你爱看哦，咱普通狗钓浅温热，大只嘛死，但迄种狗啊钓了未死。迄尾啊，花兰花姐是怎样未死？啊，抽血液做抗体，抗体高出一般的狗高出好几倍啊。所以了解说啊这边啊，品系不一样啊。对啊。啊，你看当初最早一种疫，潜伏热，但一种痛一掉点，真正掉一症状出来，叫未死啊。没事啊。嘿。啊，没关系，就用他的。连导游也嘛无法导。就用他的血来当血清就好了。啊，迄阵光情况，你掉点了无吼？你输同母狗血液啊，用自体疗法。对啊。嘛好伊啊。对。没错。但一抽有怀孕的狗啊，一定怀孕的。啊，一怀孕的话，免疫抗体。很高嘛，就是直接输血给他，输血，输血或者是离心都用血清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讲这个你袂当讲，你一般话讲一遍，伊就来讲啊，这爱开话就开话就。我跟范医师，我的狗被车子碾过怎么办？他说现在怎么样？我说算了，花那么多钱。我迄瘫，无迄瘫痪的这部，拢是同届的，所以拢。开钱开啦，我也讲啊，你干脆去找医师啊，找医师做针灸的啊。啊，结果你也看，大家细节拢恍然大悟，为什么那么强，那么厉害？就找一找，啊，然后吃一个中药之后，有诶，快的话隔天就好，慢的话伊拖久诶，有可能两个月、三个月嘛，照安尼行。对啊。
啊，你刚刚也喝这样一细咖的，对呀、啊。啊，你讲后脚啊，其实今天刚好和王博士在谈这个问题，其实有一些观念哦，西医他们没有那个中医的观念。其实我们那个十四个经络最重要，我们身体动物体都是一样的，我们整个头部它是主宰这个宇宙，五脏六腑都小行星，我们头就是太阳。你看古早人以前啊，讲足太阳膀胱经，哦啊手摸太阳小肠经。你要看太阳这个，它为什么去标榜它太阳？你看过啊？那汤万啊，他就是要足在足太阳膀胱经两侧。哎、啊，为什么要足它？我们西医观念中医现代医师他不解，它就是太阳主导我们其他的小行星，只要你把它解密之后，它自然后脚都会动。对，所以这个观点的话，因古早人，你《黄帝内经》呐，我正在解《黄帝内经》，现在卖讲，阮兽医也解啦，阮搞中连仁医都在解。你看一《黄帝内经》，素论和灵虚的部分，他真的，他古代人真的有那素血观念，有那医理观念。他老早就是放在那边，就是他老早古代已经给你讲现代医学了，坑你啊！你没看，他宰定了。对。但是你要看，你涵盖面那么大，嗯，一在生理方，有可能是古代他借灯塔发生疫情的话，吸足水啊，嗯，以解破干呢，以解破能力很强，各种那解破，想那细，阿边那用没那用，阿伊就是啊用一部切。出来，我这些中兽医本，你黄帝内经不读不行，你一定要读文所。他教你很多内外科学，或是一些比较手术方面也是这样。了解，嗯，了解。啊，因为这拢最后的终点就是讲，我们想安怎讲，你技术的提升之后。变了患者，比方这个就变成说长寿了，可能他因很多小问题，我才会没有用这些我们融合的医学哈。卖讲五羊公，我读中兽医，中兽医之后，哎、欸，那周边仪器不用了吗？还是要对、啊，还是要用。哦，你卖讲有可能说急症的不单的西医那一块比较急速的话，赶快用。后面可能在调理部分，在中医介入啊，你不能说以学观念，我们就是要中医整合，这样才是对动物或是人体有一个保障，就是寿命延长。我们终端就是为了要成立这个台湾动物保健协会，用意就是说，有可能我们平均寿命15年，我们可能把动物拉到25年，但是这拉25年，这个10年。周边的产业哦，都获得，他的获利都有。我才一辈上当辈上给我怎么样？但是现在这成果已经慢慢出来了。但是出来的话，我们还是要中断的话，就是医师的培训了。你没有培训，没任何意义，没任何意义啊！所以讲这以后可能嘛是爱。王博士啊，这是吼，无因为那你那讲的讲有一些单位为什么不介入谈？其实我讲你当要组建工程吼浩大，嘛无必要。所以我的观念拢是公资啊。你今仔要开药厂，不是无法度开，啊开的就浩大啊，万那那人力啥人已经变变去遐，你就是爱借。爱借嘛，无必要。我想了之后，我就要，因为其实我们协会是一个中枢神经一样的，啊，其实周围都是，我们就很简便了，周围就是公祭的，但公祭就是说，我们尽量给另外公祭的团体获利大，我们只要我们技术有提升就可以了，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求很大的获利，没有。OK。嗯，但是这嘛是爱。
爱多的互相乱啦，因为后来我们孙天堂这个部分脱离的因就是概念的问题，因为主导者要安怎要安怎配合你行，啊，尾仔阮行天意家的部分这几年他就是有积极在做，不管在动物这一区块啊，涵盖现在慢慢想要归一边，你一边遐无当主任嘛，常过去了，啊，伊看到说这几年嘛剩慢慢像今年啊，他那边农业部收一级就同意我们台湾国际考照，头一年，啊，我们十月份嘛带团过伊遐去，啊，未来伊今年啊，两美女都无，因为职场。南美我们台湾这边吼，我只要讲诶政策问题，你上面如果有政策啊，但是下面没下面下车又不执行啊，然后一直就是要灭绝，它是要灭绝掉啊，你灭绝掉，你就无市场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妈讲，王董你搁有这个概念，你哇，虽然讲你今仔日饲这啊，但是我饲这就无同。我这是应用在医学，我不是专门饲这个要乱的，所以你讲出个这个精致啊，对啊，你啊任何产业你不做精致的话哈，很难，嗯，很难。卖工产业，连我搞教育也是一样，你今天没有精致，你没有企划比较科技的，讲出个你没搞头，对，啊，拢爱看。看迄个花叶，迄个领导者，啊，但是要花这個领导者，唔是讲困难。我一再啊，我周边在讲是还有学无会员在讲，不是今天吴院长或吴理事长，很也内采很难无讲，不是我同样一个人，而是说你愿意不愿意做而已。你今天如果你不愿意做，可能我们因后来现在比较年轻的，或是下一代的，你要来享受这资源，对，规拢无伊啊。你要做唔做安尼啊？就比如讲，今天王董，你今天也不是非这一科的，啊，你想要变聊咧做这個，啊，你有下个人讲，啊，这愿景无好啦，无好。我一二十年，我认为说中中医。在台湾一定有愿景，但是人我现在国王讲，不可能的事啊！那个我们西医那么发达，你这好个哈慢，那啥话当拢无好可能。我讲一句话，我尾也讲一句话，你啊人啊惊死的话，就是讲，你讲诶诅咒讲谁用？你啊看，有一些病，无可能会死的。对。叫做伊行这条路加速死亡。对。啊，你用中医，无通病，这病吼，疾病，我认为，以一观点讲，这病，你比方人老啊，把动物老啊，器官衰竭啊，你会当变成小孩子吗？无可能。同样，因为咱每一个五脏六腑，其实有一些无形哦，我们用医学观念看不到的。或是用一些仪器被验证，他看不到。看不到。其实它一个能量。对啊。啊，你这能量要安那伊也控制也好，要安那让伊安尼动得起来。你谁我领谁伊无法度啊？你讲无法度啦，伊可能有产生之后，可能克服掉，无形中汉王本草有可能。对。可以把它的机能。各好一动起来，但是你注意看那个病变还是存在。但是，我这很多台湾不是用标榜在台湾做针灸的，瘫痪针灸，微造 X 光片，也骨刺啊，真的骨刺，一等到他也会走了，和正常果啊那种骨刺还是在啊。啊，为什么会走？为什么他不会有一些问题出来？当然是内在层。不绕道方面的问题，神经它会绕道，无可能讲直走边啊那边啊绕过来啊。但是这很可妙，
不不，这个东西是，那你讲你今仔讲你只黑狗脸过去，哦啊，你讲神经受什么？有嘛有啊？但是一个情形哈、哦，动物是四只脚，它是平行的，它的 HIVD， 它的骨刺，它的椎间盘突出的影响。不像人的人是直立的，他的那个压迫的点，对，没有那么严重，对，因为我们去扫 MRI、扫 X 光都会看到有一些动物，对，猪啊，这只猪好了，猪都有 HIVD， 可是它并没有症状，因为它是平行的，对，它是平行，它不会有压迫的问题。就是这个是在动物界跟人医两个最大的差别，对，甚至。动物界没有 primary 的高血压，对，都是 secondary， 都是饮食的问题造成的高血压。对，因为动物的心脏跟血管实际上是平行的，它没有往上打的那个压力。对，啊，即使是长颈鹿，长颈鹿脖子很长，对，但是一吃草，还是都低头，对，它只有在警戒的时候才抬头。那甚至它的动脉，长颈鹿的颈部的动脉有瓣膜，对，所以说它不会有高血压的问题。对对对，这个是动物界跟人类界完全不一样的问题，甚至猴子、猿猴类也都一样，因为猿猴还是四只脚，对，它在走嘛是嘛是踏筋，是踏筋，所以也心脏的承载负担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心输出量可以不用那么大。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可验证的，人直立型，所以我们的 HIVD 会去压迫到那个神经的管道，所以说会有坐骨神经的问题，会有其他的问题，但是高啊就动物都很少，这是比较奇怪。这我想这个东西是可以学理上通，临床上也通。OK， 啊，真是好。谢谢，差不多了吧？好，谢谢。